下期看点：顶级歌手空降大本营，治愈纯音，光良。童话里都是骗人的。全能女音，谭晶。灵魂先锋，任雅维。地狱奇遇，迪玛希。但是今天让你们看到不一样的他们。到底有哪一个歌手唱的比我好？我看到爸爸妈妈，还可以吧？哦，还要。心惊胆战，唱的他们原地爆炸。拜拜。他一定很爱你，他就是一盘大萝卜。奇思妙声，听得他们云里雾里。他的脚步特别刁钻，像表演完一个魔术一样。高能编曲，让他们措手不及。没听到啊，这不是爱上的什么？错。阿卡贝拉。不配了是吗？阿卡贝拉。刚才饶了你，这次不可能，不可能。让我们为了你，为了你，还一唱出来的时候就知道错了，眼睛里全部是绝望和恐惧看着我。下周六晚，这样的歌手等你看哟，就是这样。